上一集呢就说到嘉庆皇帝的儿子绵宁，当时在养心殿还是临危不惧的，他忽然就发现天理教的教徒呢就有几个已经爬到养心门的那高墙之上，当时的情势说句实话挺危急的。关键时刻这绵宁举起鸟枪瞄准之后呢，一楼扳机一枪就把当时在墙头上正在飞奔的一个手执白旗的这样一个天理教的小头目一枪把他打下来。把这小子打下来之后呢，这绵宁又迅速的装填火药，他又发现患者忘记给他自己带更多的那个铅弹和铅丸了，那火药装上你铅头得往里头啊捅那个铅弹啊，没有啊，怎么办？他就把自己身上的衣服上有一粒金扣子扯下来，大小正好，填入枪膛之中，枪管之中，稍微瞄了一下嘴儿，绵宁呢再开一枪，枪响过后，冒了一阵烟，但看这个墙上的有一位个天理教教徒是应声而落。我现在讲这个场景啊，我估计大伙儿平常好莱坞大片什么的枪战片看的挺多，觉得也没什么传奇色彩啊，但我们想一想清中期那种老式的火枪啊，无论是这个准度这个精度和现在枪械差太远了。绵宁作为一个还高墙之内的这样的一个王子啊，锦衣玉食的，当时人家竟然两发两中，而且你想他第二枪还不是铅弹，竟然呢他也能一发而中，就可以想见绵宁平时啊对这个随发枪的练习是肯定少不了的。即使你放到现在就他这个水平，说句实话都是狙击手级别的神枪手了。而在当时的冷兵器时代呢，火器的心理威慑力啊远远要大于它的这个实际的威力。已经上墙那十来个天理教教徒眼睁睁的看着下面有一个人对着这个自己奔跑这些同伙咚咚两枪，枪响了，烟冒了，然后自己那俩伙伴应声就摔下来，所以这些人吓得愤愤逃窜。先前呢他们想从爬上墙然后窜到大门里头再把门开开，这样的计划呢肯定就是完全落空。也就在这紧急关头，清军增援的官兵呢也迅速赶到，而且来的呢还不是一般的兵，是京城的精锐部队火器营。来的这些兵士呢有千把人，个个手持火枪啊，呼喊雀跃而来。在他们身后呢闻讯而起的那些京臣王公大臣啊，包括他们这些带着什么家丁啊仆人也都来了，但他们是没有火器的，也都是手持棍棒和刀枪，都朝着隆宗门方向杀来。为了起到震慑作用呢，威慑作用，火器营的士兵快到隆宗门的时候举起枪朝着天空就猛放排枪，当时那枪声啊就响彻了紫禁城。隆宗门下面那些天理教徒呢也急眼了，于是呢他们就从大门旁边的那个值班的小房里，从那个清兵的办公室拿出了一堆棉被和桌椅堆在一块儿，准备干嘛呢，就放火把这个隆宗门给烧了。但当时呢这帮人没有打火机啊什么什么这样的这种容易上手的引火的东西，这几个人拿了这个火镰什么的弄了半天吧也没点着火。忽然就听到近处枪声四起，清军的喊杀声也越来越近，隆宗门下这些千里教的教徒啊也都是心惊肉跳，不少人呢就赶紧顺着来时的道路往回跑。这些人呢往回跑正好迎头被前来平乱的那些清军撞上，于是呢枪打刀砍一下子就死伤多人。眼看这事儿干不成了，绝望之余就有一些这个天理教教徒啊离着玉河近嘛，咚啷跳河里就自杀了。他们也知道造反这事儿被抓之后肯定活不了。还有一些人呢就藏在那草丛当中，准备到了天黑啊寻找机会再逃。但是这些躲藏在这个草丛当中的天理教徒啊很快陆续都被清军啊搜到抓起来了。其中呢还有几个天理教教徒对宫内的路线图啊比较熟悉。这几个人呢就按这个路线图吧脑子里背的。然后就趁机啊跑到了午门之上。午门这一带呢，清朝那统领我们先前讲过，那策凌一听说有人打这个紫禁城，他早就
撒丫子跑了，所以这几个人呢，当时就没有被清军发现。当然了，这些天理教教徒当中呢，还有几个心眼比较活的啊，比较这个狡猾的，他们就没有迎着清军啊，从隆增门往回跑，而是趁乱呢，跑到了西华门的城楼之上，窜到西华门城楼之上。哎，这几个天理教的教徒呢，都手执白旗，向那个城下城外啊，不停地摇动呼喊。因为根据原来的计划，也就是林清啊事先得到河南的啊他们那些同伙的一个承诺，包括林清也跟这帮人说，说什么呢？就一旦啊你们占领了紫禁城，你们登上了城楼，你们往下一看，肯定当时就有来自河南、山东的啊咱们这个天理教的教徒啊啊他们来响应。但这几个天理教徒他们完全不知道的是什么呢？包括林清也不知道，当时河南包括京畿等地那些天理教教徒啊，早就被清军全部都抓住了。在刚开始的时候呢，跑上那个西华门城楼上那几个天理教教徒也挺高兴的。为什么？一看城下黑压压好多人啊，还正朝着城楼张望，而且这些人呢啊嘴里呜里呜突的喊着什么。再仔细一看，那一大群人前前后后啊排满了清兵，而且这些人呢并不是来接应自己的，好像都是在为那些清兵啊呐喊助威。仔细仔细再仔细看，天理教徒城上的这事儿真清楚，哪里是接应他们的哎，那些河南的什么山东的那些天理教教徒啊，根本就不是，都是京城里外啊这个看热闹的老百姓。他们呢哎，这个时候正为那些政府军助威呢。接下来西华门一带下面的那些清军啊越来越多，越聚越多，等于当时就把西华门啊那块包围的水泄不通，惊扰了大半天。这个时候呢天色渐晚了，绵宁啊就担心那些贼人会趁这个夜色逃脱，他马上呢发布命令，让各部官军即刻登上城墙，四处堵住这些天理教徒的逃窜之路，把所有的路口，把所有可能逃跑的地方都给堵住了。同时呢，绵宁又下命令，让这个清兵啊对紫禁城的各门分兵把守，绝对不能放走任何一个贼人。仔仔细细吧，当时等于是爬梳了一遍。到了半夜时分，清军呢又在城上拿获了个天理教那个同党太监，一个叫张泰的。这个时候呢才知道啊，原来这个紫禁城内那些患者当中啊也有天理教教徒，他们作为内应。黎明时分呢，这个北京城忽然下了一场大雨，啊，参加这个行动那些火器营士兵啊，这个时候忽然就被淋成落汤鸡了。我们要知道，这一下大雨，啊，他们这个清兵使的那个枪的那个火药就不能用了。实际上呢，他们手中的这些这个火枪都变成烧火棍了。如果这个时候啊，真的再有大批的天理教教徒赶到，说句实话，清军还真没有什么优势。你还别说。这场雨呢下的实际上挺及时的，绵宁也是事后才得知，当时躲在这个午门上那几个天理教教徒啊，本来放火准备把那城门楼子给烧了，当时呢还真把火就点起来了。哎，也正是当时天降大雨，把本来呢能够烧毁城楼那大火呢一下子等于就给浇灭了。转天早晨天色大亮，京城内外的八旗军啊又来了许多人，都过来增援。由于这个绵宁和汪公大臣们呢，他们是连夜紧急提审，已经知道了天理教起事的他们这次的这个好多内幕，于是呢就派出兵士啊，先在这个宫内动手缉拿过去参加天理教那几个患者，也就是名单已经得到了，其中呢就包括最早带路杀入宫内的那个患者那个太监刘德才。大批清军这个时候已经天亮了，哗啦哗啦全部登上新华门，剩下的躲藏在这个西华门上那几个天理教徒啊，根本就打不过，只能束手就擒。多少人呢？共有24名天理教教徒啊，都被这个清军抓住。当时这些人呢，被清兵打得鼻青脸肿，然后就压下城来。至此啊，这次天理教教徒攻打紫禁城的事件吧，啊，最终呢是以失败告终的。林清方面，就是天理教的头子，并没有像我们想象那样天天心惊胆战等消息，他呢一直在家里，哎，喝酒吃饭喝茶什么的，静候佳音，等待着胜利的消息。而且林清的那些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人是天理教的首领，
他呢对自己这种身份呢也没有刻意的保密，连日以来好多天了啊，他都在家里大宴宾客，就准备事成之后他登基呢。而他手下那些教徒呢也是频繁的出入，对这些事儿呢，当地的地方官实际上早就接到了线报了，但是那些地方官呢谁都不敢得罪啊。这位这个林清，他是晁盖家宋江的人物，黑道白道的通吃，所以呢地方官都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平常呢还得到林清给自己不少的金银孝敬，没事请自己吃饭，吃好饭喝大酒什么的，所以说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林清林爷他会干出这种惊天的大事儿，他的手下呢会攻打紫禁城，谁都没想到。早在九月初九那一天，林清他们手下那帮人攻打紫禁城，那不是九月十五吗？实际上啊，前几天九月初九那一天呢，林清手下有一个这个天理教的骨干分子，谁呢？叫祝宪的。这祝宪被人告发了，告发他的人是谁呢？是他的堂弟祝松。这个祝松为什么告发他这个祝宪这个堂哥呢？因为祝松啊是豫亲王豫丰的手下的庄头，他得知堂哥参与谋反这个消息之后呢，特害怕。为什么害怕？我们要知道，谋逆大罪，你在清朝是要株连三族的，所以他就主动的向豫亲王豫丰提前举报自己这个堂哥。豫亲王豫丰呢是一个二百五王爷，根本就不拿这事儿当事儿，毕竟呢他本人都去过这个林清家里，跟林清一块儿啊吃过饭喝过酒，觉得林清大侠啊，这样一位人物有权有势有钱的，他怎么能造反呢？祝松呢一看这豫亲王对这事根本就不上心啊，当时就跪在地下哀求这豫丰，您赶紧这个告诉衙门，赶紧把他抓起来。谁料想呢，这位豫亲王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啊，今天才九号，他们不是十五号那天才举事吗？现在还差了好几天呢，不着急，等皇帝回来啊，我有空再跟皇帝说。就可以想见当时这个豫丰啊，一方面是属于麻木不仁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怕没事找事儿惹上干系，觉得你看天理教教徒攻打紫禁城这种事儿怎么可能呢，完全是儿戏，完全就是脑子糊涂的想出来的事儿。所以呢他对这种即将发生的这种大祸临头的事儿呢完全缺乏必要的敏感，他就想不到现在还有人敢攻打这个紫禁城。到了九月十七号傍晚时分呢，林清府宅的大门忽然就被人敲响了。林清自己呢心里毕竟有事儿，他就亲自前去这个大门那儿去应门，就隔着门问谁呀、对方回答说，老林老林，是我，京城大事已成。林清一听这话，呵，心中大喜，赶紧打开房门，结果呢他就发现来人自己并不认识，不是平时替自己干活的，或者先前派出去攻打紫禁城的他手下那些天理教的教徒。但当时呢他也不觉有诈，他就问，哎，你来找我干什么呢？对方还特恭敬啊，对着他的行礼回答说呢，请您进京啊商议大事。林清当时啊完全没有任何怀疑，他就扭回头对手下家人吩咐了几句，然后一甩大辫就跟着来人呢往车上，这车就在他们家门口，就上了车了。结果刚刚挑帘进入那个这个车子之内，就发现这个车内轿子里啊还有几个清兵正等着他。那些人看见他进来一下就把他摁趴下，然后马车就开走，马车后面哗啦啦又跟上了大队的清兵。直到这个时候呢，林清他发觉啊自己是被清军诱捕了。北京紫禁城这个一天之内发生了这么惊天的大事，那么正从承德回京途中的嘉庆帝知道不知道？一无所知。不像现在啊，前几天我还开车从这个承德回北京，承德到北京走高速几个小时就到了。但是在当时的清朝啊，作为清朝皇帝，嘉庆帝身边呢还有大臣啊、侍卫啊，包括陪同的士兵，那个时候呢又没有汽车，山路又非常崎岖，当时从承德到北京啊，这一路上啊要走将近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在回京的这个路途当中，嘉庆帝呢就不断接到各地发生这个天理教叛乱的这个奏报，比如山东啊、河南啊什么什么京畿地区，看到又是这种邪教闹事儿呢，嘉庆帝当时还挺重视这个案子的。但是让他绝对想不到的，北京周遭的天理教教徒竟然敢于啊直接就
进攻紫禁城，而且当时还攻进去了。9月16号这一天，嘉庆皇帝啊，那一大队人马就抵达到蓟县的白涧行宫。皇帝的屁股还没坐稳了，他就接到了自己的儿子这个绵宁从北京发来的600里加快啊这样的奏折。翻开折子一看，大惊失色，紫禁城啊正在遭遇匪徒攻击。这个消息说句实话，对于嘉庆帝来讲晴天霹雳。当时看那个折子，嘉庆帝都懵了，好长时间都没缓过神来。紫禁城遭到攻击，我们想一想，北京的紫禁城从明朝开始就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在大清国那绝对更是赫赫皇权的象征。在城内，在紫禁城城中，不仅有他自己的嫔妃，还有前朝皇帝的嫔妃，不少人在里头住着，还有爱新觉罗家族的皇子皇孙啊，好多人都在里面待着了。嘉庆帝呢，手里哆哆嗦嗦的，就不停地翻看绵宁的奏折，就发现呢，这个奏折写于15日的午后，当时呢，这宫中的战斗还在进行之中呢。想到爱新觉罗家族那些至亲的骨肉，包括自己的皇后嫔妃啊，这些人生死未卜啊，思及此处，嘉庆帝啊，绝对是悲从中来，不能自抑，对着群臣是放声大哭。那些大臣们呢，一看皇帝看了个折子，愣了半天，忽然放声大哭，王公大臣们都傻了，绝大多数人呢，也都不知道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那折子肯定是皇帝先看，作为大清皇城的紫禁城遭到攻击，这怎么向天下交代啊？又怎么向列祖列宗交代啊？哎，这些咱且不说了。如今的紫禁城呢，有人攻城，那作为大清皇帝，这个嘉庆帝自己到底如何是好呢？嘉庆帝当时脑子也是飞快的转，估计脑子里那都转都快冒烟了。你看，朕是迎难而上呢，还是先退避到别的地方去呢？因为到底多少人攻打这个紫禁城，绵宁也没显清楚。那最后这嘉庆皇帝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决定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讲。清朝当状元必须要写这个一手好字吗？俗话讲，字是敲门砖。清朝那些考生们，不仅你要熟读的那个诗词歌赋啊，这个读这个儒家的经典，必须啊，你还要苦练书法字体。清朝那王士珍就曾经这样说：“本朝状元必选书法之优者。”也就是说，你在清朝你要当状元，你必须得写一副特好的那广格体。那广格体写出来，说句实话，就跟印的一样。但是清朝的状元呢，还真有个例外。乾隆25年那个文科状元叫毕沅，他的字儿就写得很一般，就是因为他书法不佳。毕沅呢，在殿试之前啊，一直不被看好。当时那些主考官啊，就把他这个列为第四。那些主考官暗中列为第一的是谁呢？是叫祝崇光的这样的一个人。有人可能就问了，这个毕沅还没考中进士了，还没殿试了，他怎么就入朝当官了呢？我们要知道，在清朝和别的朝代不一样，你即使中了举人，这个时候就有当官的资格了。所以说当时的毕沅呢，他当时是在军机处，等于是一种小章京，官职很低，但是呢他干这个部门非常重要，他在那儿值班。值班的时候呢，那祝崇光还有童凤三这两个人也在那儿值班。殿试前一晚来轮到这个祝崇光啊值夜班。当时呢他就对毕沅说，明天呢就要参加殿试了，啊，我们俩还是回去练练字儿。状元呢就是我们俩其中之一了。毕沅呢还挺厚道，又感觉自己这个书法写的又一般，这一科当状元肯定当不上，于是呢他就让他们俩回去了。老实人有好报，恰好当晚呢，毕沅就收到散干总督这个黄廷贵上奏了一份有关新疆屯田的奏报。毕沅他无聊啊，他又值班，所以就开始啊把这个奏折看了又看。结果转天殿试测问之时，皇帝亲自考啊，他就问，忽然就问这个新疆屯田的事儿。而在当时呢，毕沅恰好看完这个对策，一一列举啊，什么数据啊，当时新疆屯田的这个状况啊，还是一五一十的吧，回答的特好。他那俩同事，你字儿写的再好，但是皇帝一问你这个事儿，你完全支支吾吾，肯定不行。所以呢，乾隆皇帝就亲自点这个毕沅为状元，祝崇光呢，当时就变成一甲第二了。童凤三呢，最后就变成二甲第八了。毕沅这个人特别有名，
他的关系和这个大贪官和珅也挺好，所以说他这个死之后和珅也败了，和珅败了之后又把他给牵连了，所以说毕沅死之后啊，家里也被清政府抄家。这个人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是什么呢？《续资治通鉴》就是他编写的。上一集呢说到，在这个承德墨兰秋显返京的这个途中，忽然接到这个折子，得知紫禁城啊正在遭受攻击。得知这个消息，说句实话，嘉庆皇帝都哭了。皇帝当时这一哭呢，既有这个痛心疾首的这样的成分，实际上他内心当中呢，通过泪水所表达的呢，有恐惧的意思。因为当时啊，他根本就不知道攻击紫禁城的贼人人数有多少，他们北京城外呢接应的人又有多少，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摆在了嘉庆君臣的面前。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回不回北京城呢？如果我们读清史稿，看那个卷340其中的董诰传，上面就有这样的记载：中途闻变，有意四调大兵成列而后进者。董诰曰：“是兹乱也，献俘者行至矣，即日护驾进次，人心乃定。”显然就在当时吧，不仅是嘉庆皇帝他心里犹豫到底回不回这个北京城，包括呢跟随他这个墨兰秋显那些大臣也是建议不要就贸然行事，等这个京师周围啊大军调齐之后，皇帝和群臣啊再回京也不迟。而当时董诰是大学士，他就主张啊，皇帝您千万不要犹豫，应该立刻回京，否则呢中途这一耽误就会引起恐慌。而且当时他对皇帝说：“陛下您尽可放心行进，中途肯定就会有擒贼的这样的好消息传达这个谛听。”董浩的判断还真没错。当天下午，嘉庆皇帝就接到了来自北京的一份这个600里加急的这样的一个奏折。这奏折呢是由清朝的宗室那怡亲王永璇领衔上奏的。打开折子一看标题，嘉庆皇帝和身边大臣们都松一口气了。什么标题呢？剿办贼匪事宜大定者。在这篇奏折当中呢，这怡亲王永璇就详尽汇报了天理教教徒攻击紫禁城事件的这个全部过程，还有相关的处理的经过。当时呢，嘉庆皇帝悬着的心终于又放下来了。缓过神来之后呢，他马上下发了3道圣旨。第一道圣旨，晋封皇四子绵宁为至亲王，诏旨当中啊称赞他忠孝兼备身先捍卫紫禁城其中就有这样的字儿：“可嘉之处，彼不能宣。”也就是说呢，嘉庆皇帝把这捍卫紫禁城的首功算在了他自己的皇次子绵宁的头上。实际上这份这个诏旨也是暗含深意，因为早在先前的嘉庆4年嘉庆皇帝已经暗中御立储君，那名字就放在那个正大光明匾额的背后了。那名字是谁呢？就是这位绵宁。如今呢，这儿子表现出这种无畏无惧，就更加坚定了这个嘉庆帝把他当做皇太子的决心了。在第二道圣旨当中呢，嘉庆皇帝就下令把这个负责紫禁城守卫的各级官员全部革职，让他们听候查处。第三道圣旨呢，当时你想嘉庆皇帝心悸呀，害怕呀，他就命令京城各个衙门到处去搜查这个没有到案的那个天理教教徒，特别是对紫禁城内部里里外外给我翻个底儿料，就像用篦子梳头一样，全部给我搜查，
一个地方也不能漏过。9月19日清晨时分，嘉庆皇帝呢，率领他那些王公大臣吧，回到了北京。得知皇帝回銮呢，留守京城那些文武大臣们，当时都跪在朝阳门两侧。嘉庆皇帝这次呢，这个入城，这个进入紫禁城，没有坐车，也没有坐轿，而是策马进入了朝阳门。嘉庆帝骑马进入到这个欢迎的行列当中吧，他对向他迎驾那些王公大臣嘛，一个都没搭理。出人意料，嘉庆皇帝忽然从马上下来，径直走向了站在路边执行警戒任务那些清军兵士他们面前，握着这些人的手啊，嘘寒问暖一番，感动那些兵士啊，愤愤地跪地叩首，哗啦啦跪倒一大片。询问当中，嘉庆帝就得知这不少士兵啊，在搜剿天理教教徒这个两天一夜当中嘛，好多人只吃了一顿饭，而且就这一顿饭还不是真正的一顿，好几个人啊分一个烧饼吃。嘉庆皇帝顿起怜悯之心，马上让那些清军将领管这些士兵们一顿饱饭。这个命令下达之后呢，就为了避免这些将领们又借这事儿中饱私囊啊，或者是胡乱对付自己，嘉庆皇帝呢还派出好几名自己的御前侍卫，让他们这些人呢亲自前往会餐的现场啊当监督，就保证这些参战的士兵啊能够吃饱吃好。安抚了士兵之后呢，嘉庆皇帝又重新上马，命令王公大臣们全部前往乾清门前集合。到了乾清门，这些王公大臣们才知道皇帝让他们过来不是干别的，就让这些人过来跪听自己的罪己诏。嘉庆皇帝呢，他这份御辩罪己诏原文非常好懂，内容呢也是诚挚感人，痛心疾首。朕以良德养成皇考复托，兢兢业业十又八年，不敢瑕谕。继位之初，白莲教山乱四省，黎民遭劫，惨不忍言，命降出师八年始定，方其与我赤子永乐升平。忽于9月初6日，河南滑县又起天理教匪，由直隶长垣至山东曹县，即命总督温成会率兵剿办。言此事究在千里之外，促于9月15日，变声肘夜，获起萧墙，天理教匪70余众犯进门入大内，有执旗上墙三贼，欲入养心门，朕之皇次子亲执鸟枪，连毙二贼，贝勒棉质蓄积一贼，使行退下，大内平定，使皇次子之力也。隆宗门外诸王大臣都率鸟枪兵，结2日1夜之力，剿捕搜拿净尽矣。我大清国170年以来，定鼎燕京，列祖列宗深人厚泽，爱民如子，圣德人心，悉能履恕。朕虽未能仰绍爱民之实政，亦无害民之怒事，忽遭此变，实不可解。总元得良千机，为自责耳。言变其一时，获机有日，当今大帝在因循待完四字，使中外之所逢，朕虽再三告诫，乃诸臣未能领会，忧乎为政，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矫之铭记挺机一案，何斥备喜。言念及此，不忍再言，余为反躬修行，改过正心，上搭天慈，下释民怨。诸臣若愿为大清国之忠良，则当赤心为国，竭力尽心，匡朕之旧，移民之俗。若自甘卑鄙，则当挂冠致仕，了此残生，切勿失路保卫，亦增朕罪。彼虽泪洒，通欲知之。嘉庆皇帝他这道御辩罪己诏呢，就蕴含了三层意思。第一，向全国臣民通报这场事变的经过。第二，嘉庆皇帝就表示对这个事变的发生的不理解。怎么不理解呢？就算我自己还没有给全国老百姓做什么好事儿，毕竟我继位以来也没有什么害民虐民的苛政啊，为什么朕公要遭遇这样的事情呢？第三层含义就是痛骂清政府各级官员，指责这些人因循待完，才酿成了前朝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这大清发生这件事儿，那简直是倒了血霉。事定之后呢，嘉庆皇帝对天理教教徒攻打紫禁城这个事儿就做了更加详细的调查，其中呢就发现像这个林清啊提供皇宫私密的竟然是宫内的一些近臣太监，镇守午门那个策凌他自己逃跑这事儿啊
已经是匪夷所思了。更令人发指的还有这林清攻打这个紫禁城的计划早就有知情人啊告发，而这样的消息呢被这个宗室这个豫亲王豫峰置之不理。不仅如此，就在天理教这个事发之前啊，卢沟桥的巡检就发现他自己辖区内啊有天理教教徒表现可疑，于是呢他就和这个宛平县令这两个人一起向当时的步军统领吉伦啊报告这个事儿，对吉伦说天理教的头目呢林清这个人非常可疑，应该把他抓起来审问。谁料想当时那吉伦呢大怒，怒斥这两个人，指着鼻子就是骂他们没事找事儿，你们这两个人啊存心就给现在的太平盛世抹黑。9月23日，嘉庆帝呢就当时在中南海的丰泽园亲自审问这事件当中的大逆要犯，主要呢是那涉案的这些宫内太监啊，包括那首犯林清。在这场大逆案中啊，共有7名太监涉案，他们呢等于是分别为那些天理教教徒啊担任带路和接应的这些任务。其中呢有一名太监已经在这个攻打紫禁城过程当中啊被他那些同事那些患者给打死了，所以啊这个现场受审的只有6名太监。这些太监就是这些患者吧，还真不像啊一般的那些天理教邪教教徒啊那样啊先前被彻底的洗脑啊什么宁死不屈啊打死也不说什么的，没有，远远望见皇帝的御座，这几个人就已经被吓得魂不受舍了，魂不附体了，向着皇帝叩头出血，连呼什么呢主子要命主子要命。嘉庆皇帝当时心里那个气，当时呢他也是强力抑制住自己内心的愤怒，就喝问作为宫内的内臣，你们为什么要投靠邪教头子林清呢？难道朕平时对你们非常苛刻吗？非常不满吗？跪地叩头出血的那6个这个患者听皇帝如此发问呢，还以为自己有活命的机会，趴在那儿就哭诉，皇上您啊天恩宽厚，近日您又给奴才们加赏钱粮，我们绝对对您啊没有怨恨之意。嘉庆皇帝听这些话当时就冷笑，继续追问，既然朕对你们如此厚待，那为什么你们还要投靠林清啊，就投靠他这个天理教邪教帮他们啊攻打紫禁城呢？你们为什么要谋大逆呢？听皇帝如此发问，跪地叩头那几个患者呢也没法解释，就只得继续趴在地上哀哭装可怜。他们当时心中还有幻想，就觉得皇帝呢会对自己法外开恩。看着一些吃里扒外的奴才，当时嘉庆皇帝也懒得继续仔细审问了，反正基本上那个情实都已经得到这个供词了，就不用再问了，就马上当众宣布这6个人每人先重打40大板，然后凌迟处死。审完了几个太监，接下来呢就是提审天理教的头目林清。嘉庆皇帝当然还比较好奇，就问林清，我大清对臣民深仁厚泽，你为什么要谋大逆要造反呢？要攻打紫禁城呢？林清呢当时跪在地上啊，深知啊不可能活了，毕竟啊这哥们也是见过世面的这样的一个贼人，他当时也没像那些太监一样啊什么哭嚎啊求饶，没有，只是趴在那里低声说，禀告陛下，所有这一切啊都是天意，我呢在劫难逃。嘉庆皇帝呢接着审，就问这林清，你这次造反有哪些同党呢？林清呢当时也没有嘴硬，马上就直言相告，把前前后后吧和他自己有关的那些天理教大小头目的名字啊一一道出啊，什么河南的是谁啊，京畿的是谁啊，山东的是谁。这时候呢嘉庆帝身边大臣就低声报告说，这个陛下，那些贼头现在都有着落了啊，杀的杀，抓的抓，漏网的一个没有。审问明白之后，林清的下场啊就自不必说了，肯定是凌迟处死，因为他是谋大逆是造反啊。然后这嘉庆皇帝还命令把这个贼头林清的首级啊在山东直隶河南3个省这个天理教这个邪教泛滥地区巡回展示。这个时候呢深怕嘉庆皇帝又犯先前那种游人的毛病，大学士董诰就建议对这次天理教的造反啊必须穷治，对他们的党徒一定要深加追究，烧香祈福愚民无知帅所常有，唯从逆者不可待。嘉庆帝呢这次就听从了董诰这个建议啊，不仅把这个林清等人这些家属啊
这些人因为连坐嘛，大逆连坐是全部斩杀，所有从逆人犯也是一律杀头，但凡抓住的有攻打紫禁城的，有参与谋反的，全部抓住，全部斩首。也正是由于这次呢，天理教教徒这攻打紫禁城的事件吧，嘉庆皇帝是心有余悸，下令把宫中的树木全部砍伐掉。而嘉庆帝之后的这个几位清朝皇帝呢，也是谨遵嘉庆帝的他这种祖训吧，都没有再在这个宫内重新种植树木。所以我们今天去故宫参观，就可以发现除了御花园之外，故宫当中啊很少有那些参天古树。紫禁城这次惊天事变呢，也标志着嘉庆皇帝勤政图治时代完全终结了。先前啊，乾隆皇帝盛世的时候那种啊光鲜亮丽，在这个时候呢，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大清帝国啊，经济停滞，吏治腐败，社会矛盾也是日益严重。嘉庆25年7月25日，也就是公元1820年9月2号这一天呢，距离先前天理教邪教徒攻打紫禁城之后的8年多之后吧，嘉庆帝在避暑山庄暴崩。说嘉庆皇帝是暴崩呢，实际上他当时也是正常死亡。嘉庆皇帝的死因呢，应该就是什么脑溢血啊，或者心脏病什么的。嘉庆皇帝崩后，他的儿子绵宁就继位了。这绵宁也就是清朝的道光皇帝。从下集开始，我们就开始讲这位道光皇帝。众所周知，封建时代啊，规矩特别多，特别是在等级森严的皇宫当中，更是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有规矩，都是有说法的。清朝这皇宫内的规矩呢，肯定是挺多的。谁最苦啊？就是那些在空中啊当差的那些宫女。别的不说，单就是这个睡觉的姿势，就规定的特死。清朝宫内这些宫女睡觉是不能平躺的，只能侧卧。宫女入宫之前啊，对他们的培训还是非常严苛的，各种礼仪啊，各种的这个规矩啊，一定要熟知。但对于这些来讲，宫女们啊，你想都是年轻的女孩嘛，还接受得很快。最让这些宫女头疼的是什么呢？就是每天晚上的睡觉。这一点呢，我们看那《延禧攻略》也有相关的情节。根据清朝相关的历史文件记载，这些宫女们睡觉呢，只能侧卧，不能平躺，双脚呢还得必须蜷起来，两只手呢一只手垂腰，另一只手呢还得平伸出来，而且是一整夜都要保持这个姿势不动。这些宫女每天入睡之后，还会有啊宫中的那个嬷嬷来巡查，但凡有宫女睡姿不符合标准的，那嬷嬷她才不管你睡着不睡着了，拉起来就是一顿打手板。为什么清朝定下这个规矩呢？其中一种比较这个确切的说法吧，就是啊怕宫女这个睡姿难看冲撞了殿神，所以呢就给他们规定了这种标准的睡姿。说句实话，确实挺难受的。从这一集开始呢，我们就要讲这个清朝的道光帝。说到清朝这个道光帝，我们一般人马上都会就涌现出这样的印象：这个皇帝呢，昏聩懦弱，摇摆不定。毕竟那鸦片战争是发生在他当皇帝的这个时期啊，这人肯定不行，他肯定是个怂包蛋。但大家想到过没有？前边我们讲了嘉庆帝天理教的教徒攻打紫禁城的那个危机事件，当时正是身为皇子的这个绵宁，也就是日后那道光皇帝，当时他临危不乱，最终呢才使得这个天理教教徒攻打紫禁城这个行动遭到失败。所以这个人的品质实际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他的才能也不低。清朝的康熙帝和乾隆皇帝这两位皇帝，他们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呢，都是有过犹豫的，甚至康熙皇帝呢还更换过他的皇太子。但道光帝绵宁他做皇子的时候，毫无疑问他肯定就是嘉庆帝的皇位继承人。特别是在紫禁城危机当中，当时身为王子的绵宁呢，用鸟枪两枪射掉下来两个这个天理教教徒。经历过这个高光时刻之后啊，朝廷内外基本上所有的大臣心知肚明，嘉庆皇帝立储放在这个正大光明殿那匾额背后的名字肯定就是这位王子。所以呢，从这一集开始，我就给大伙儿来讲一讲这位道光帝呢他是如何继位的，他继位最大的优势又是什么，他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接下来呢，咱还要讲一讲这鸦片战争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嘉庆25年7月25号晚上7点钟的时候，也就是公元1820年9月2号这天，61岁的嘉庆帝呢，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就猝然的在承德避暑山庄的烟波制爽殿去世，终年呢61岁。虽然这个嘉庆帝啊就属于那种暴崩，但他死因啊没有任何可疑之处，不是心脏病啊，就是忽发脑溢血，在当时绝对救不过来。皇帝驾崩这事儿在封建王朝啊绝对是天崩地裂的大事儿，而且呢根据清朝这种皇族家法吧，必须马上拥立新君，拥立新君之后呢才能为这个大清皇帝发丧。嘉庆皇帝当时他突然死亡，他临死的时候呢对于这个帝国继承人呢就没有说出来我快死了谁谁谁继承我的皇位。嘉庆皇帝暴崩了，他有4个亲儿子当时活着，谁呢？皇次子绵宁当时39岁，皇三子绵凯当时28岁，皇四子绵新16岁，皇五子绵瑜当时是个小孩还不到10岁。嘉庆帝暴崩的时候呢，皇次子绵宁还有皇四子绵新他们也在承德避暑山庄，那另外两个儿子呢当时留在北京的。如果我们看那个清仁宗实录记载这个嘉庆皇帝临终召见大臣他是恭启爵侠，打开那个储放密旨的那个木头盒子，然后呢面对大家就是宣布，这是我的这个立储密旨，就立绵宁为皇太子。接下来呢这个绵宁就遵旨继位了。但如果我们看这个清史稿当中宗室西恩传上面的记载呢，跟我们先前讲的那个情形呢完全相反。就嘉庆帝暴崩之后，军机大臣们搜检这个嘉庆帝身边的衣物那些小箱子小匣子什么的，当时是没有找到那遗诏。当时大臣们急呀，就让那些太监们把这个嘉庆皇帝从北京带来的10几只大小箱子全都打开了，翻个底朝天就是没有找到立储的这个密旨。在当时呢，如果马上派人去这个北京正大光明那个大匾之后呢，再找那小盒子呢，来回需要10天的时间。所以当时这个内务府大臣西恩就建议咱们现在不找了，我们现在就拥立嘉庆皇帝的次子这个王子绵宁他继承皇位，这肯定是没问题的。嘉庆皇帝这一生呢，他有5个儿子，但他那长子生来没几天就夭折了，所以这个绵宁虽然说是皇次子，实际上他就是皇长子，而且还是嫡长子，是嘉庆帝的皇后生的。而当时的绵宁呢，在清帝国的官方身份又是至亲王，因此他在当时那个4个王子当中他的爵位是最高的，特别是先前在这个搅拌天理教攻打紫禁城那个事件过程当中他又立下大功。按理讲内内外外肯定都知道绵宁他就是皇储的不二人选。即便如此，当时那军机大臣托金还有戴军元这两个人就坚持这个他们自己的意见。他们自己是什么意见呢？就说必须是以立储的密旨为准，把那小盒子找到咱们打开，看到上头写着谁的名字谁就这个当皇帝。而西恩呢，当时作为内务府大臣，就和这两个人呢争得面红耳赤。面对这样的情境，当时那王子绵宁呢只是跪在当地一直哭，他
他对自己继位当皇帝这个事儿啊，没有任何主动的表示。结果呢，大伙儿找来找去，翻来翻去啊，就在这个一个太监带来的一个这个盒子里吧，啊，找到了那个藏有立储密旨的这个爵匣。打开匣子一看，里面果然就是这个绵宁的名字。爵啊，本来是指箱子上面那个安锁的那种环状物，就是戒指这个锁匣，有锁的匣子。至此呢，大伙儿这个就没争议了。然后呢，所有的这些大臣就拥戴绵宁啊继皇帝位。绵宁呢，后来改名民宁，年号道光，所以这位爷就是清朝的道光皇帝。清朝呢，从雍正皇帝开始就实行这种秘密建储制度，一直传到嘉庆帝啊，一直是努力遵守。早在嘉庆四年的时候呢，嘉庆帝实际上已经把储君，他的这个儿子绵宁的这个名字写在密诏里面了。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还无论史学界吧，还是别的什么个人啊、团体啊什么的，都没有任何人质疑过民宁继位的合法性。这位道光皇帝继位之后呢，他就给他的父皇大清皇帝嘉庆帝呢，谥号为睿皇帝，庙号仁宗。民宁这个人呢，出生在1782年9月16号，也就是乾隆47年的8月初10，啊，出生在这天的早晨时分吧。他当时是出生在紫禁城的吉方殿。乾隆皇帝得知这个孩子出生的消息之后呢，当时也特高兴。乾隆皇帝啊，当时是已经有100多个孙子，为什么这个孩子这个孙子出生他这么高兴呢？因为这个民宁啊，是皇十五子永琰的儿子，永琰呢又是乾隆皇帝自己密立的皇太子。而且呢，民宁前面啊，他那个小哥哥刚出生不久就夭折了，实际上他就是个永琰的嫡长子。为此呢，在这个清朝啊，精通汉学的那蒙古族学者从仪他就讲过，有清一代皇帝嫡出者只此一帝。从仪写过一本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啊，其中就这样记载。我们也知道呢，清朝皇帝这个嫡系啊不是汉族，他虽然说是异族统治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封建王朝，但清朝的君主啊，这些皇帝啊，他不是不想立嫡长子，而是呢由于各种各样的阴差阳错，在这个嘉庆皇帝前后吧，但凡这些嫡长子他就当不成皇帝。民宁这个孩子呢，虽然他自幼也在深宫当中长大，但和明朝那些王子还真不一样。我们要知道，清朝王子从小受那个教育程度特别深，这孩子呢不仅汉文化的知识学得特别扎实，武功也不同一般。他10岁的时候呢，就曾经跟随他的祖父乾隆帝到那承德打猎，竟然就自己啊，一小孩10岁小孩啊，开弓射箭，自己能把这个一只小鹿给射到。看到这么小的这个孩子啊，竟能射中啊一头小鹿，啊，已经就有所成果了，打猎打得这么好。当时呢，已经是80的这个乾隆老爷子特高兴，马上派人赏赐这个孙子黄马褂一件，还特意啊为了他做了一首诗纪念这件事儿。我们想一想，民宁当时说是10岁，实际上才9周岁，他就有如此的啊这种臂力啊，如此的精气神，他确实是与众不同。也正是有这样的武功底子，这个绵宁呢才能在嘉庆18年的时候，在当时那天理教教头攻打紫禁城那个时候呢，啊，他这一个人独显神威，砰砰两枪击毙了2名天理教的匪徒，稳定了军心。事定之后，他爹那嘉庆帝当时就称赞这个儿子，绵宁有胆有识，身先捍卫，忠孝兼备，可嘉之处比不能宣。所以就在当时，嘉庆皇帝马上下诏封这个绵宁啊为智亲王，智力的智。不仅如此，连绵宁当时用那鸟枪也赐给一个名字，什么呢？威烈。所以这鸟枪就叫威烈枪。经过这次事件之后，绵宁当时那储君之位、皇太子之位啊，绝对是牢不可破。而嘉庆帝啊，道光帝父子当时呢，也开创了清朝的一个记录。什么记录呢？嘉庆皇帝是清朝入关之后啊，第一位死在北京以外的啊这样一位皇帝。而他的儿子绵宁呢，也成为第一位在承德继位的啊大清皇帝。绵宁，这位道光皇帝，他当上皇帝之后呢，深知自己是新君继位，必须立威啊，所以当时呢，他就找了一个现成的借口，把大学士脱金和戴君元这两个人给免了，给撤了。
当时这托金呢是首席军机大臣，他是满洲富察氏，镶黄旗人，绝对是正宗的满洲贵族，当时是66岁。另外那军机大臣戴军元呢是汉人，75岁。这两个人呢不仅伺候过道光皇帝他爹嘉庆帝，他们还伺候过道光皇帝的爷爷乾隆帝，就属于三朝老臣。也恰恰呢就是因为这两个人在嘉庆帝暴崩的时候当时呢非要找到密诏才承认道光皇帝的储君地位，所以当时呢他们俩等于就得罪了道光帝。无风不起浪，道光皇帝登上皇帝宝座仅仅10天就发生了遗诏事件。这遗诏事件是怎么回事呢？按照前朝的规矩，每一个皇帝去世之后啊，继位的新皇帝都要以去世皇帝的名义呢发布一道遗诏。这次遗诏当中主要是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所谓的先帝遗诏绝大部分都是继位的新皇帝让他手下那些军机大臣以老皇帝的口吻拟写的。我们想一想，嘉庆皇帝是暴崩，他不可能有那个时间写那遗诏。军机大臣呢拟写嘉庆皇帝的遗诏，而当时嘉庆皇帝呢是在避暑山庄崩逝的，所以遗诏当中呢就免不了要提到这个地方。所以其中这诏书当中就有一句话，况避暑山庄为皇考降生之地。那么按照嘉庆皇帝遗诏当中他自己的语义，这个所谓的皇考是谁呢？是指嘉庆皇帝他的爸爸乾隆。这句话就是讲嘉庆皇帝说，你看我爹我父皇乾隆皇帝呢就降生在避暑山庄。军机大臣和他手下那些僚属把这句话写入遗诏的意思呢，主要就是为了烘托避暑山庄这个地方非常神圣，烘托这种气氛。他们当时就以嘉庆皇帝临终那种语气就表示说，你看朕死在避暑山庄里是没有遗憾了，毕竟当年我的父皇呢就诞生在这样一个神圣的宝地。道光皇帝当时本人呢这肯定细读过这份以他自己父皇名义发布的遗诏，然后就批准了准备马上在全国范围内颁布下去。徐老祥这个遗诏发布之后呢，翰林院当时有个编修叫刘凤告的，他就发现这个遗诏有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什么政治问题呢？就是乾隆皇帝本人几次在诗文当中都提到过他自己出生在雍和宫，避暑山庄根本就不是他的出生地。刘凤告本人呢在20多年前就参与编修乾隆实录，他就很早发现出乾隆这个出生地存在的分歧，他在这方面绝对是专家。而20多年前嘉庆皇帝新继位的时候给这个乾隆帝编修实录的大臣还曾经就这个乾隆皇帝他到底出生在哪儿就这个问题呢请示过嘉庆帝。也就在当时，刘凤告还把乾隆皇帝那御诗拿给嘉庆皇帝看，说先帝他自己就说本人出生在这雍和宫。嘉庆皇帝还挺高兴。我们想一想，这乾隆这一辈子写了40000多首诗，因此在当时的乾隆皇帝实录当中就记载呢就是这个乾隆皇帝的出生地就是雍和宫。本来嘉庆皇帝他的遗诏当中提到这个乾隆皇帝出生在避暑山庄这事儿呢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这个刘凤告为什么把这么一件小事摘出来故意挑事儿呢？20多年前的嘉庆初年，这刘凤告呢他就参加编撰那个乾隆实录，当时是一个七品小官，是个编修嘛。20多年过去了，他现在怎么还是一个翰林编修呢？由此呢我们就得说说刘凤告这个人。刘凤告这个人实际上了不得，他中举的时候是探花。什么是探花？全国第三名啊。但这个人呢喜欢喝酒，所以说一直挺务事的。你这个务事儿倒没事儿，比如说有些公文你写慢了有些皇帝交办的事儿你可能耽误一下，这不是什么大事儿，慢慢他也能升上去，毕竟是探花嘛，全国第三名嘛。但这哥们儿就在嘉庆14年主持浙江乡试的时候他收人钱财安排考生作弊，后来就被发现了。这事儿在当时非常严重，就被判处流刑。刘凤告这个人才高，人也特别傲，所以他挺遭人恨的。本来当时要把他流放到新疆，又被人再次向皇帝进言举报。最后流放到哪儿呢？流放到黑龙江。黑龙江当时是地寒人稀，相比之下新疆还算个好地方。
而当时刘凤告这一案从调查到处理是谁主持的呢？都是托金全权负责的。托金这个人我们前面讲过，就是嘉庆皇帝死的时候首席这个军机大臣，因此刘凤告啊一直对托金这个人是恨之入骨。那么先前这刘凤告被流放到这个黑龙江啊待了四年，他在当地实际上根本就没受罪，虽然当时黑龙江地寒人稀，但刘凤告这个人是个大才子啊，还声名响亮啊，所以当时黑龙江主政的官员他们给皇帝写那个奏折啊，都是刘凤告一手包办。虽然说是作为这个流放的犯人，刘凤告在当地被那些官员好吃好喝好待遇，跟亲爹一样供着。嘉庆皇帝在当时每次看到黑龙江官员写给自己的奏折，文采斐然，每次呢嘉庆帝就笑着对身边的大臣就说，你看瞧这文笔，肯定是刘凤告写的。所以说刘凤告这个人在当时虽然犯了事儿，但嘉庆皇帝对他印象还是不错的，毕竟啊他是个大才子。而黑龙江那些地方大员呢又极力保荐刘先生确实是个真正的人才，应该让他重新回到京城。所以呢这刘凤告被流放到这个黑龙江四年之后呢，嘉庆皇帝也就下诏把他赦免了。赦免呢归赦免，毕竟刘凤告犯过大错，你想替考生作弊，这在封建时代那绝对是挺大的罪过，所以说呢不可能对他马上的官复原职或者就马上把他升官。因此嘉庆皇帝就让他继续在这个翰林院当编修。刘凤告呢重新回到京城也就一直忍着，忍字头上一把刀吧。如今看到嘉庆遗诏对外颁布了，那么先前曾经参加过编撰这个乾隆实录的这个刘凤告马上就发现机会了，他就发现这个遗诏当中这个乾隆皇帝出生地有这样的错误。为报前仇，他就找到当时另外一个大学士曹振庸，就请这个曹振庸上奏新帝，就上奏道光帝，指出遗诏当中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必须呢有人要对此负责。由此呢我们就可以想见刘凤告这个时候鸡蛋里挑骨头，他就是要整这个托金，就是让这个托金不好看，毕竟先前自己受罪被流放就是这个托金他主办的。瞌睡一来就有斩刀，道光皇帝得知这个刘凤告的进言呢心中还特高兴，他就想借嘉庆遗诏当中这个乾隆皇帝出生地这个谬误这个错误吧，把这个两个他看不顺眼的军机大臣都给换了。于是呢道光帝就给以这个托金为首的军机大臣们发了一道诏书，斥责这些人你们拟稿之后弄错了这个乾隆皇帝的出生地。道光皇帝这道诏书发下来仅仅是斥责这些人吗？到底这个事件这个日后是怎么样继续发展呢？我们下集接着聊。清朝那格格和公主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如果经常看清宫戏，有的时候呢就会感到比较困惑。你看这皇帝的女儿他们的称谓，有的时候是公主，有的时候格格，这咋回事啊？而且公主当中有的公主叫和硕公主，有的公主叫固伦公主。首先我给大伙讲，格格呢在满语当中是姑娘的意思，满族的贵族少女在还没有得到具体的封号和头衔之前一般都会统称为格格。清朝入关之后这个皇室在很多方面呢就开始效仿汉制，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皇帝女儿的称谓呢便由格格改为了公主，其中皇后所生的嫡女称为固伦公主，妃子所生的庶女呢被称为和硕公主。当然了，有的公主即使她不是皇后的嫡女，毕竟她爹皇帝就是特别宠爱她，也能获封为固伦公主。比如说乾隆一朝由那个敦妃所生的十公主就被封为固伦和孝公主，而那令妃魏佳氏她那个大闺女也被封为呢固伦和敬公主。格格这一称谓呢就留给了那些皇室宗亲的女儿，一般当时这格格品级还挺多，分为七品。当然了这个王室宗亲这些亲王他们家的这些闺女吧都是称为格格，但是即使他们那些妻妾生的那些女孩呢包括这个嫁给这个蒙古那些宗王的那些女孩也被封为湘君，他们呢也统称为格格。因此在清朝公主和格格这两个称呼不是一般能用的，你们家再有钱你再在北京有大宅院
这些富户啊，他们那些闺女是不能被称为格格的。我们上一集讲过，新继位的道光皇帝呢，就斥责军机大臣们，说他们在拟写嘉庆皇帝遗诏的时候，弄错了乾隆皇帝的出生地。如此呢，以托金为首的这几个军机大臣实际上挺懊悔的。那你看当时写遗诏的画蛇添足啊，写上这么一句，说乾隆皇帝出生在避暑山庄。如今呢，这事儿惹出来了，他们当时呢肯定要辩解。就回奏，就说乾隆皇帝呢，他自己说他出生在雍和宫，但是大雄皇帝嘉庆帝呢，他自己诗文当中又讲过，这乾隆爷呢就是出生在避暑山庄，这个乾隆实录呢是藏在内府，我们这些人根本就没看过这个其中的内容，所以好多细节呢，这个虽然说是我们的疏忽，但我们确实是不知道。看到这个军机大臣们这番托辞吧，特别是托经这些人的这些辩解，道光帝就更不高兴，就更加以强硬的语气指责他们误会先帝的失意，说你们这些人啊狡辩抵赖，完全没有大臣的风度。于是呢就下诏把两位领班的军机大臣托经和戴军元，把他们两个人都各降四级，逐出这个军机处。可见呢，确实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两个前朝的老臣一下就失势了。由此呢，道光皇帝就通过这个遗诏风波，实现了他本人对这个军机处的改组，然后呢就换上他自己喜欢的大臣。遗诏事件这件事情表面上看在当时啊也不是说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情，毕竟那托金那戴军元这两个人都六七十岁了，换个别人年轻的当这个首席军机大臣，肯定不会太差。实际上呢，道光皇帝这次换人对于中晚清政治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托金戴军元这两位老臣退出军机处之后呢，曹振庸就当上了首席军机大臣。曹振庸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对这个道光皇帝这一朝的政治会有什么影响呢？今天我们说起曹振庸这个名字估计没什么人对他有印象。曹振庸呢是安徽歙县人，他对外号称是曹操的嫡传后裔。他在乾隆时代就得到这个乾隆帝的赏识，到嘉靖朝呢他就成为部院大臣，还做过什么吏部尚书这些重要的职务。道光皇帝继位之后呢，曹振庸很快就成为这个首席军机大臣，就等于是成为新皇帝的心腹了。后这个曹振庸平步青云，一直干到82岁他才退休。这个人呢在大清帝国当了52年的官，基本上没有任何建树，完全就是一个附和皇帝的庸臣。满清官场那做官六字诀，多磕头少说话，谁想呢最早就是出于这个曹振庸之口。我们可以想见有这样的人长期担任首席军机大臣，那么道光皇帝那一朝的政治不可能好到哪里去。曹振庸呢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道光帝的重用，确实是因为先前在这个刘凤告的点题之下吧，他首先发现遗诏当中那个错误，所以道光帝呢就特别欣赏他。其实更关键的原因，就道光帝为什么用这个曹振庸啊，还在于曹振庸这个人为人处事的风格和这个道光皇帝非常相像。这君臣两人的他们性格非常契合，他们两个人这种气场特别合，都属于那种行事非常科系的谨小慎微的这样的人。
清朝当皇帝这个差事，说句实话还真不好干。国皇帝继位之后呢，每天到面对桌子上那些堆积如小山的奏折，很快他就累得筋疲力尽。这个时候曹振雍就给他出主意，陛下，这些大臣们那些折子没几个人是他们自己写的，都是他们手下那些师爷幕僚帮他们写的，他们就以觐见为名，目的就是想让皇上您啊知道他们这些人有多么的操心国事，真实的情况这些人都是敷衍了事。依微臣的愚见，陛下您早起封奏折，挑几个细微小错，然后就大张旗鼓处罚写奏折的人，由此日后他们这些人就不敢再欺骗和敷衍您了。陶振雍的原话呢，在史书当中是这样记载的：今天下成平，臣工好作威严，指臣缺失，以邀时欲，若拒罪之，则蒙拒谏之名。此后中外张奏，皇上无庸辩阅，但择其最小节目之错误者，谴责之。臣下振于圣明，以为察及秋毫，必无敢肆者。道光皇帝一听啊，曹振雍这个建议好啊，于是乎他就开始从奏折入手，鸡蛋里面挑骨头，但凡写错一个字儿就降职发俸。由此呢，很快就使那些大臣们人人自危，就不敢轻易上奏折了。你上的奏折越多，这错误呢可能被皇帝发现的越多。从这件小事儿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曹振雍这个人绝对不是什么忠臣和能臣，当然了他也不是什么权臣和奸臣，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庸臣。也就是这样的庸臣啊，这样的曹振雍啊，这样的人物出生在这个道光帝所在的时代吧，等于就左右了道光一朝那种政治风格和用人标准，就使得道光这位新皇帝呢就丧失了振作的机会。我们要知道，到了道光皇帝在位的时候啊，清帝国已经经过了170多年历史，已经到了由盛到衰的个转折点了。绝大多数官员呢都是因循懈怠，贪污腐败。就在嘉庆帝末年，朝廷那兵部啊竟然出现了大印被盗一案，当时啊还找不到事主，朝廷一个部门的大印丢了，这事儿放在哪个朝代都是天大的事儿。而且呢，嘉庆君臣到最后连大印如何丢失、是什么时候丢失的都查不出原因。除此以外，更骇人听闻的啊，当时这个安徽省山阳县有个知县叫王申汉的，他是贪污了23,200银，那个是赈灾款。事发之后，为了避免自己坐牢，这王申汉啊，竟然对当时中央派来巡查的那个官员、特派员叫李玉昌的下毒手，就是先往水里下毒，然后又派人把这位新出炉的进士帅哥给勒死了。最后呢，王申汉就上报说，这个李玉昌啊，他自己上吊自杀了。由小见大，从上面我讲的这两个案件当中就可以看出，道光皇帝父亲嘉庆帝他在位的时候，清朝官场啊已经是非常腐败、非常衰落，已经到了让人震惊的这样的一个地步。面对这么一个棘手的烂摊子，刚刚登上这个皇帝座位的道光帝呢，肯定他也想整顿吏治，知道皇帝的用意，所以当时有一个叫英和的军机大臣就给道光皇帝提建议，就说咱们要整顿吏治呢，应该先从清理一下我们大清官场那个漏规开始。什么是清朝的漏规呢？就是清朝官场的潜规则，比如说官员之间的那种交互行贿，比如说地方政府对老百姓千奇百怪那种搜刮手段。道光皇帝呢听英和这一说，脑子一热，马上下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啊清查所有的漏规。结果这种漏规啊自然是越清越多，到最后还是当时的吏部尚书汤金钊就暗地里劝说道光帝，说什么呢？如此大规模的公开清理漏规，一来有损政府形象，二来呢基层官员啊最终还是会把负担巧妙地转嫁到老百姓身上，民怨呢最后还都指向朝廷。考虑再三，沉吟久之，道光皇帝也没办法，只得就此罢手。所以面对体制性的这种全方位的腐败，即使身为皇帝，道光帝也很难挽狂澜于既倒。当然了，如果说道光皇帝这个当上皇帝之后啊完全是瞻前顾后，没干任何实事，也不确切。道光帝继位后，清朝有个皇室宗王，那裕亲王裕兴，他在嘉庆帝大丧期间
竟然以暴力手段呢奸污了他王府当中的啊一个婢女叫银格的。这位姑娘受到侮辱之后呢就愤然上吊自杀了。于是呢银格家人就开始上告。清朝的宗人府啊就把这个案子啊报告给道光皇帝。仔细查看了案情文档之后，道光帝是气得七窍生烟。前面也讲过，嘉庆时代那天理教的这个教徒攻打紫禁城，在这个案件当中就提到过这个。当时他手下一个庄头就提前告诉他天理教教徒啊要谋逆的这个事情。这玉玺当时就把这事按住了，就根本就没上报。我们看这样一个庸才王爷，哎，你看对这个漂亮姑娘霸王硬上弓干这种事儿，他倒是丝毫不犹豫。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就会问，你说作为一个清朝的王爷，他玉兴在家里他强奸一个属于他自己王府财产的婢女，你至于惹得道光皇帝如此勃然震怒吗？我们要知道，按照封建时代的规章制度，先帝驾崩之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都属于国丧期间，按理说啊，作为大臣，作为王公贵族，你不应该有任何的娱乐活动。在国丧期间，作为大臣，作为王公，你和妻妾亲热都属于大不敬。这位玉兴呢，竟然在国丧期间啊进行这种强奸的事情啊，绝对是恬不知耻。所以呢，怒极之下，道光皇帝啊就准备赐死这个玉兴。玉兴这个王爷呢，在清朝来头还真不小，他呢就是清朝开创时期啊那个王爷玉亲王多铎的五世孙，是铁帽子王。什么叫铁帽子王呢？就是说他们玉亲王这个王爵是世袭罔替的，爹死儿子马上继承。听说皇帝要赐死玉兴，哎，清朝的好多宗室成员纷纷上来说情，就连当时那个太后哎都向这个道光帝说情。当时那太后钮钴禄氏呢不是道光帝的生母，但毕竟人家是皇太后啊，道光皇帝呢也不得不给这位老妇人面子，最后就免这个玉兴一死，就把这个狗东西呢革去王爵，然后圈禁三年。玉兴本人的玉亲王王爵虽然被革除了，但他们家这个王爵呢属于世袭罔替，铁帽子王是不会被取消的。转给谁了呢？转给玉兴的弟弟玉泉了。还真别说，看到道光皇帝当时连这个宗室玉亲王玉兴都下手惩治，清朝大大小小那些官员们呢也老实了一阵。毕竟呢你这治标治不了本，道光皇帝啊整顿吏治的举措啊远远不足以扭转大清王朝啊那种逐渐没落的大趋势。从个人品格层面上讲，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啊，道光皇帝这个本人呢绝对算是数一数二的勤俭皇帝、节俭皇帝，甚至可以说啊他是一位抠门皇帝。当然了，日后这个民间包括史学界说起道光皇帝的节俭呢，哎，都是带有这种揶揄的语气。为什么呢？因为道光皇帝好多这个节俭措施啊，说句实话都是这些笑料，都是些笑话。道光皇帝本人那种勤俭和朴素还真不是装样的。当王子的时候呢，生活就特别简朴，特别是有一次他跟随他父亲嘉庆帝去过这个盛京，盛京就是今天的沈阳了。去到那里看到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啊他们所用的那些器具和居住的地方，当时呢作为王子的道光帝就特别感动。回到北京之后，他就和他自己的妻子开始勤俭节约啊，撤去王府当中任何多余的东西。每次呢这夫妇两个人吃饭啊都是那种烧饼就热茶，有一对对付一对的这样的节俭啊，数十年如一日，等于就是身体力行呢给那王府上下做榜样。道光皇帝登基之后呢，就马上把节俭呢当做大清帝国官员必须遵守这种工作作风啊加以全国性的推广。光元年他就发布了御制声色获利谕，这篇诏谕当中呢他就引用古代圣贤的话，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什么意思呢？百姓富了我当皇帝的能穷吗？百姓不富我当皇帝的能富吗？接下来道光皇帝就从节省开始，先停止各省啊对北京朝廷的这种土特产的进贡，就表示说这些土贡实际上都是民脂民膏，省一点是一点，从小处做起就能减轻呢各地老百姓的负担。如果从细节的角度出发，这个道光皇帝他是如何这个节俭的呢？如何省钱的呢？我们下集接着聊。雍正帝为什么要换房子？我们要知道，从明代开始，
乾清宫实际上一直是作为天子之长居，皇帝啊在那儿办公啊住啊都是在这个乾清宫的。清朝入关之后呢，顺治帝和康熙帝也是沿袭明朝的制度在乾清宫住，但雍正皇帝登基之后呢，他就搬到养心殿了。乾清宫呢从明朝开始确实就是内廷的正殿，它处于这个故宫的中轴线上，它所对应的是天上紫薇园中天皇大帝的这样的星座。所以呢，无论是从风水啊还是从政治意义上来讲，乾清宫呢肯定要比养心殿要庄严的多，要尊贵的多。但也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也是个多事之秋。我们上一季讲明朝的时候讲那个嘉靖宫变，就他差点被那些那个宫女给勒死，也就发生在这个乾清宫。而养心殿呢和这个乾清宫相比，开间和进身啊都相对严谨，安全度就更高。出于这种考虑吧，雍正皇帝呢他就搬到养心殿了。从那之后，清朝的这个皇帝呢都在养心殿居住和办公。而且这个养心殿虽然它不在中轴线上，但它的地理位置还是非常便利的，在这个宫内四通八达。往南呢出那乾清门啊就是军机处，往北去呢就是那些妃子们住的永寿宫，往东呢就是乾清宫，往西呢就是太后住的慈宁宫。而且养心殿本身也是五脏俱全，它有前朝区可以办公，有后寝区就可以住，而且养心殿内呢还铺设了地笼啊，冬天能取暖。因此呢，特别是对于工作狂那个雍正来讲啊，这个地方住的确实太方便了。当然了，雍正当皇帝之后啊，他这个不住乾清宫他得有说法啊，他就说啊，我这个在乾清宫啊我就想起我爹了，我睹物思人，我不忍心，所以说我得搬到养心殿住。上一集呢就说到啊，为了大清帝国的长治久安吧，道光皇帝呢以身作则，就提倡勤俭节约。这位皇帝本人说句实话，他就从吃东西开始显示出啊他自己多节俭。我们都知道啊，道光皇帝他爷爷乾隆皇帝这个人一直喜欢美食珍馐，当然了，现在所谓的满汉全席都是后来杜撰的。但是呢，乾隆皇帝虽然说是穷奢极欲，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肚汉，什么饕餮之徒。当时宫廷内绝大部分的菜呢，就属于看席。当时的御膳房每天都要给这位大皇帝呢做上百道的这个美味佳肴，浪费那些剩菜剩饭，那肯定是不计其数。你想，六十多年嘛。道光皇帝他自己登基之后呢，贵为皇帝，他真是太节约了。每顿饭他就规定啊，不能超过四个菜。道光帝在任期间，那些宫中的官员，包括嫔妃们啊，确实挺难熬的。那么根据道光帝的规定，紫禁城内除了皇帝、皇后和太后三个人，其他人，你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到一顿肉。有一次呢，道光皇帝他自己的皇后过生日。大臣们都入宫这个跪拜祝贺啊，谁料想这位抠门的皇帝竟让呢这个御膳房只做了一道打卤面来招待这些大臣，确实是抠门到了寒酸的地步。吃的方面呢这样节约，穿衣戴帽这方面道光帝呢更是异常节俭。这道光呢他自己身上的衣服都打上补丁，就是为了节约朝廷经费。同时呢，他还命令宫内那些嫔妃们啊，都学针线活，自己的衣服破了补补再穿。为了迎合这位皇帝呢，当时京城的不少官员他上朝都故意穿的破破烂烂的。当时北京故意铺子里那旧衣服啊，比新衣服都贵几倍，都被这些官员买了上朝用了。
那么实际情况呢，当时大部分清朝的官员从上到下全都是贪官，但从道光皇帝本人方面讲，他并不是说做戏给官员看，他本人和嫔妃们确确实实是真节俭。道光帝当时啊，就把这种节俭当成他自己治国理政的理想和一种乐趣。但实际上我们仔细想一想，皇帝呢和他那些亲属和他那些嫔妃啊，从他们身上从他们嘴里省钱，你对一个大的国家有用吗？你国家真正的大钱绝对不是省出来的，那是靠实力挣出来的，是干出来的。所以道光皇帝这种近乎抠门的节俭啊，是不可能挽救啊大清帝国当时的那种经济危机。清朝政府的国库年收入呢，从乾隆中期起就达到每年4000万两白银。等到道光皇帝做帝位的时候，清政府呢就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财政方面呢基本上处于入不敷出的这样的窘境。道光年间的物价水平呢已经是康熙年间的5倍了。同时呢各地这种叛乱这种民间的这种造反越来越多。由此清政府为了镇压嘛，他这个财政方面的黑洞就越来越大。道光皇帝刚继位那阵，大清帝国的财政储备余额吧只剩下2000万两了。这个数字啊是康熙帝平定三藩以来这100多年间这个存量最少的一个数。而且呢这个所谓的2000万两还是账簿上面的数字。大清钱库当中实际的存银肯定根本就达不到这个数字。所以道光皇帝他自己以身作则，这种节省实际上影响的范围也非常有限。但凡一离开北京，清朝官场风气依然是我行我素。所有的上上下下这些官员嘛都是过着奢华的生活。这些官员们过的那种奢华的生活，道光皇帝本人他做梦都想不到，因为他这个人这辈子太节俭了。道光咸丰时期呢，有一个做过省部级大官的这个张基新，这人也是个大文人，他写过一本书叫《道咸宦海见闻录》，梅老师仔细看过好多遍，其中呢就记载着许多他自己这个官员本身亲身经历的事情。从这书中呢，我们就可以得知，当时清朝各级官员的生活特别奢华，特别腐败。他们互相请吃饭，随便一顿饭中的一条鱼，就够当时一个五口之家的平民百姓生活一个月了。道光皇帝呢，他作为大清帝国的君主，他不去想方设法考虑如何这个开源兴利如何的富国裕民，而是干嘛呢他自己充当榜样，天天想在如何从一块补丁一顿饭上斤斤计较省下点银子来，这个完全就是舍本逐末。当然了，你说道光皇帝手下没有能臣这也是不对的，比如当时这个两江总督陶澍，这个人就挺有能耐的，他在当地呢大搞那个盐法改革，一时之间呢使得这个清朝的国家税收增加很大，近乎瘫痪的大清国库终于有源源不断那种活水涌入。这个时候呢有这样的一个财政改革，好像这个大清呢就回光返照的意思。可惜生不逢时，就在道光皇帝他这个做帝位的期间呢，一个史无前例的强敌英国已经开始对大清帝国剑拔弩张了，已经虎视眈眈了。那么英国他对中国发动这个战争呢，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鸦片战争。我们前面讲乾隆帝的时候已经仔细讲过，在乾隆58年，也就是公元1793年吧，英国属臣马嘎尔尼就曾经呢到过中国，以朝拜乾隆大皇帝的名义呢寻求商业机会。最终这批英国使臣呢因为这个跪拜礼仪问题呢惹恼了乾隆皇帝，气恼之余，大皇帝就以这个世界万邦共主的身份给当时的英国国王发过一份敕书，断然拒绝了英国提出的什么派遣使臣常驻北京等等吧那些不合理的要求。当时那马嘎尔尼呢等于就无功而返。23年之后，也就是在嘉庆21年，也就是公元1816年，英国人他不善罢甘休他就一直想那个做生意获利就又派出了一个由这个阿美士德勋爵率领的这样的一个使团来到中国，再次想呢就这个说服中国方面对英国商人开放贸易。同样这一个使团呢
也遭到嘉庆皇帝的拒绝，我见都不见你。对于中英两国之间这两次不愉快的交往历史呢，就不少人就认为中国就错失了两次和世界接轨、融入世界文明的这样的机会，甚至认为当时清朝如果利用这两次机会，你处理好和英国的关系，后面的鸦片战争啊，很可能就避免了。这种看法，说句实话，就是一种以事后诸葛亮的这种上帝的视角去苛责前人。当时的中国啊，即使他和英国交好，结果呢，肯定就是与虎谋皮。不可否认的是啊，即使当时是国库空虚，那么道光帝他继位初期的中国，绝对是亚洲最强大的国家。作为中央王朝的皇帝，他不可能和当时遥远的什么英国那种外夷排什么外交平等，毕竟这是关乎到这个国家主权和尊严这样的大问题。所以呢，无论是乾隆，无论是嘉庆还是道光帝，他们都不可能啊对英国让步。更关键的，作为老牌殖民帝国的英吉利，绝对不是什么友好善邻。即使当时什么乾隆啊、嘉庆这两位皇帝肯向英国人让步，也满足不了这些帝国主义者的野心。由此，我们回望历史，说什么当时大清对这些英国人妥协就会赢得和平，但凡这种说法啊，绝对都是痴心妄想，近乎天真。英国呢，他两次派出使团出使中国，就一直没有达到他们这些政治和商业目的。但是啊，这些人打开并占有中国市场的决心呢，一直是没有改变的。就在二三十年的这么长的时间里吧，英国人啊，通过和清朝官吏的交往，他们就对中国各地啊进行实地考察，就逐渐认识到啊，大清帝国确实是吏治腐败，军队的装备呢也是非常落后。所以呢，从道光皇帝上台开始，英国的武装船只啊就不断的在中国沿海的好多地方制造事端，两国之间的纠纷呢也时有发生。道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833年，英国政府任命绿劳碑为驻华商务监督。1834年这一年呢，这绿劳碑就到了广州了，大大咧咧的，他就派自己的秘书拿着一封信到总督府求见两广总督。这个秘书呢，他要想走进总督府的大门，他就必须向总督府值班的官吏啊说清楚啊，这个英国的商务监督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这秘书呢解释了半天，夸夸其谈，肯定他有这个中国的翻译在旁边了，他就说我们绿劳碑绿大人是英国贵族勋爵。听这个英国秘书反反复复的啊在那儿牛啊，说他们这个绿大人是什么什么什么如何如何是什么什么勋爵，总督府负责接待的官吏都笑了，什么绿大人呢，什么碑大人呢，不过就是啊一个和我们大清想做买卖捞钱的这样的一个夷目外夷的小头目，他怎么会有资格见我们总督大人呢？听总督府的官吏如此说，这绿劳碑的秘书呢是又急又气，马上就出示绿劳碑啊给两广总督的信件，就说你先把这封信啊接下来送给这个总督大人。结果值班的官吏啊断然拒绝，绿劳碑这个秘书呢当时就苦苦哀求，三小时，最终也没得到允许，只得像一条狗一样灰溜溜的又回到了商馆。英国商行的人啊，你想一直和清朝官员打交道，挺有经验的。他们就告诉绿劳碑，说您这封信件被这个总督府拒绝啊，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你对清朝总督不够礼敬。只要在信封上呢写一个捧字，两广当局就能接受您的信件了。而且这个商行的英国商人还对他说，以前东印度公司的英国大班，他们给中国两广总督的信件用的都是饼贴。绿劳碑这个人呢脾气还挺倔，拿那种老牌帝国主义的范儿，坚决不让步，说从前英国大班啊代表的是东印度公司，我本人是代表了英国政府。很快清朝的两广总督卢坤呢就知道这个绿劳碑啊挺倔强，当然都气乐了，他马上就派人对这个绿劳碑就讲，既然你是英国派来大清的这个商务监督，这事儿呢我也做不了主，我也现在见不了你，必须禀告我们在北京的皇帝，那么在得到皇帝御笔批示之前，你赶紧给我走离开广州，你先啊到澳门，到那里等候我们的吩咐。绿劳碑这时呢还是那种帝国主义的范儿，他就是不走，坚决不走。由此清朝负责商务的官吏呢就不断劝说他
你赶紧离开广州，我们大人都让你走了，你现在还不走。绿劳杯呢不但不走，他还在广州呢成立了一个英国人的商会组织，叫商人公所。得知自己的名字被中文翻译成了绿劳杯，什么劳啊杯啊这么低贱的词语，把这些中文名字给自己用上，他更加怒火攻心。当时就建议八脉尊出动英国炮舰，就轰开中国的贸易大门。同时呢，这绿劳杯还专门写文章抨击两广总督卢坤。你写了就写了，反正是英文的，中国人看不懂。哎，他还派人呢翻译成汉语，就张榜在广州城内。两广总督这个卢坤得知之后啊，更加震怒，即刻宣布停止与英国的一切贸易往来。双方冲突呢，这个时候就更加升级了。得知绿劳杯不肯走，清朝的两广当局呢，就在道光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834年这个8月16日那天，下令正式终止中英之间的贸易，明明白白对这些英国人表示，我们大清啊，不和你们英国人做买卖了。到了这个地步呢，还得死轴的这个绿劳杯就是赖在广州不走。9月2号这天，清朝两广总督府的官员啊，看到这个绿劳杯敬酒不吃吃罚酒嘛，就派兵包围了英国商馆，断绝了一些英国商人什么日用品啊、粮食啊，包括那些饮水的供应。毕竟呢，有近处的英国军舰撑腰，绿劳杯呢，居然叫来两艘停泊在广州口外的啊那个英国军舰。这个英国军舰这个沿着珠江往上走的时候呢，在这过程当中就开始炮击清军的炮台，而后呢，他们大摇大摆啊，一直抵达到广州。由此以来，中英之间的关系就非常紧张了。那么这个事件呢，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绿劳杯事件。中英两国从此就开始兵戎相见了。那英国军舰这一开炮，双方是否就开始正式宣战了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聊。清朝文书有讲究，我们现在即使写那个公文书信，通常呢都会在结尾处写到此致敬礼，而且那个敬礼呢还得换行顶格，以示呢对对方的尊敬和敬意。这种换行顶格实际上呢也是我们中国古人文书当中的这个一种特殊的形式，叫抬头。抬头呢又被称为抬格，就是指在行文当中对对方名称表示尊敬而抬高数格，或者是另起一行这样的一种方法。清代的这种抬头制度呢，主要是承袭于这个明朝的制度，当然了到了清朝就更为这个细化和规范了。而且清朝这种抬头抬格制度不仅应用于这个汉文文书，在这个满文啊、蒙文啊等少数民族的文书当中呢，也遵循这样的制度。如果有人有这个官员在这个文书当中出现了抬头错误，还受的处罚还挺严重的。我们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它的所藏的档案就记载这样一件事儿：嘉庆6年2月，当时那工部司员因在本年正月的这个一份文书当中啊，没有遵照抬头制度，把当时那皖贵太妃那个抬写两格，所以呢，好多人就受到处罚了。上至尚书林宁、彭元瑞，左侍郎英和、蒋日伦，下到郎中永作，包括那个额外主事李培元这些人都受到处罚了。什么处罚了？罚俸。你这不弄错了吗？我罚你工资，就让你肉疼。由此就可以见出清朝这个抬头制度还是非常严格的。